就我们本来是用左撇这样子，我们用文化来替代哈，然后先写中间这一个勾起来，我这样写法呢比较有力的感觉哈。里面这个右也是一样，我把它跟一般的写法有点不同。那这种写法当然也是古人的写法，我这样写法整个字比较不会松散的感觉。小心这一笔要有波浪的味道，瘦、so。